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郑鸿仪，我是虞美人，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哇哇哇！糖啊，好食不？好食，美人共餐呢。谢谢，表现不错。那我觉得这是服务的态度。没有，没有等我们去柜台偷，没有柜台拿。这个谢谢华航的公关送我们梅子糖。不过呢，今天也非常难得借由开，跟大家讲还是不够吃。够啦啊，够了！每个人都拿了一把，要回去给回去给家人吃啊。够啊，这一试一试嘛，对不对？哎，而且一包被人家分掉半包啊。哎呀，有人讲被炸等去。好了，借由开场，我做一个公益广告，好不好？哈，以后你要每一集讲一种食物，人家就会送过。没有这样子的啦，一起金价很意外的啦。你，咱给咱讲长荣。今天要讲花莲门诺医院啊，在这个12月11号礼拜五下午2点到3点会有一个记者会，就是米竹珍贵邀你来醉会啊。好，这个公益活动是花莲县的富里乡农会提供888包的爱心米作为捐款满额的赠品，而且请到吴若权当代言活动代言人，还有是眼球先生设计的米袋的那个包装这样子哈，所以现在没叫人做爱心哈，你买是爱港包装哦呵，哈，让人家觉得这件事情是弥足珍贵。为什么有888包的米？是希望鼓励大家呢这个捐款，因为这个捐款就送米吗？对，满额就送米。那么这个是第二期的工程，寿丰乡老人照顾社区第二期要开动了哈，那第一期已经在快要对外营业了，那么应该讲是服务了，因为都是重症的，也没有营业可言呐，哈，开始对外服务了。阿联美拜啊，做后代机构也当无力后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上网啊，这个捐款啊，或者是查询资料啊，这个支持一下门诺医院的这个寿丰的老人照顾社区，谢谢您。哎 ，OK。选举终于让闷了许久的民进党出了口气，蔡英文高兴的大喊：“当主席真过瘾！”这位女主席的下一步会往哪里走？小英的故事现在才开始。好，为您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首先，第一位是人像学的专家肖湘居士。你好。第二位呢是媒体工作者何伯文先生。再来一位呢是陈辉文先生以及钟年晃先生。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居士今天不容易耶哈，这个他这么应该睡觉的时间了哈。哎，节目才刚开始。我以为你要讲什么？都快进来都被苦逼了，你是不是？哎，是嘛？长辈来，我们总要跟长辈说，这代表说我们谢谢长辈来我们的节目。叨扰了就对了，叨扰，叨扰，我谢谢。这边有一个白头发的长辈，是。我也不容易，我也没有，也该睡觉的时间。没有，他还没有哎，白头发没有哎。我没有白头发哦，你这是染的吧？你黑的贵吧？居士，我这样开始怀疑你的眼光。他没有白头发，这边是有，这边没有，就没有。两边呢？两边是有，两边有和这边有不一样哎。这边中间有是真的有啊，两边有不算。那这个在人像上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吗？哎，这个中间有啊，那是健康问题啊。两边有就是你哈，不是叫用脑过度的问题，和健康没关系。哦，这个是超脑过度，用脑过度，用脑过度。哦，这是用脑过度啊，这个是健康，这健康的问题。哇，博文你都没有用脑哎。有啊，我这边也有啊。好，你两边没有白。OK， 好，我们趁着居士那个精神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先问一下啊，那直接先问你好了。蔡英文。您看他后事怎么样？这次选完之后，大家对他的声势是认为一致是，给予正面的肯定。对，他今年应该是哈，54岁，对不对哈？对，虚岁54岁。因为哈，我是因为他的大约还不是54岁开始，应该是57岁开始。在两年哦，刚好选总统那一年。哦。会怎么样？2012，57岁开始，对，那个是不是先做？我不知道，刚好在两年嘛。哦，在两年，对啊，在两年嘛。那么我知道，你就在三年，大家哈，没有选举是在两年就开打了，57岁就他要在三年啊，他今年2013啊，哦对啊，没有啦，
在三年，以五十，他刚讲他五十四岁，五十四，五十七就三年，在三年，那现在2009，2012，那2012刚好三年，你选完了。你要看说他的三年是指满三足三年还是没有说没有满四五十三就是五十四，对，这样算是啊，所以满五十六就是五十七了，对对哦，那是 A 户不 A 户 A 户啊，哎啊，但是他就像看和哪一个险呐，看哪一个哦，看他的对手啊，这个对手的话，我说出来的结果的话，可能和你们几位都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哈。我因为还是马来西亚先生少胜一筹。哎呀，少胜一筹，略胜一筹，是啊。为什么哈？因为那个马先生哈，他的这个老人的相啊，就是现在他是60岁，对不对？60啊，他写的时候差不多64岁、63岁的样子。64岁，算虚岁是64岁啊。那么他是几岁？57。57，而且啊，正好走鼻子运的。走什么运？鼻子运。鼻子。他的鼻子是稍微弱一点。弱一点。鼻子对对对啊，对了，西医他现在声望很高，西医他现在的为民进党啊打下一个胜果，但是不能说他就是可以行总统，还不能说这个话，还早了一点，还早了一点。那如果是副手，副手那很好，很好。对的，当马英九的副手，不是，双鹰配，那当然不可能的啊，那是开玩笑的话。他当民进党副手是很好，他竞选台北市长倒是有希望。哦，明年选台北明年就选了。明年选，有希望，有希望。哎，怎么说？就他明年流年很好，希望是多大？他明年的流年很好，希望应该是哈，一半一半。那给我一张好龙兵的，不不，好。那他的婚姻？看意思还是看对手？还是看对手。大家对他的婚姻呢，特别感到稀奇巴拉。对，因为他单身嘛。单身，为什么这样优秀的这个女性，有学问，又有。有涵养啊，有涵养，又是这个非常好的学历，又有钱，非常好的家世，又非常好的财力，等等等等，尤其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没有男性追求他？这个很奇怪。所以我们老早的时候哈，还着这个耳朵哈，这个锤耳垂不是很明的人哈，像这个蔡先生，他的耳垂是贴这个脸。不想我们这样打起来哈，就是对自己的婚姻不是很关心。你又不是没有看到，他都头发盖起来呀。我有看到他，有现在好像我不是介绍照片，我昨天翻了很多的照片。那如果台北市长是他跟他选的话，我看不到。就他现在几岁？他是41年生他，41，今年48，你48，不止啦。58啦，算数吧。对对对，好了，明天写信给你。要更正吗？这个特点很讲，我是还不希望引起这个，好像这种地域观念呀，或者是这个政党的政治上话题的。但是就算了一下，他的胜势比他强，他气势特别的强啊。说的是，对不对哈？气势比蔡英文强。他气势现任的嘛，现任的。就是一比就比过来了。周锡伟也是现任的啊。周锡伟是另外。那周锡伟那这是危险。不同的。周锡伟是危险。危险啊！周锡伟会危险。那他这个会结婚吗？就是说因道道的讲他是早经的结婚，同时不晓得男人追他，我想不晓得男人追他以及其他的这个同事啊朋友亲戚给的现象应该是有的，但他自己没有兴趣。自己没兴趣。自己兴趣没有兴趣是哪里看？这个耳朵啊，像我们这个耳垂也是，像尤其是这个耳朵非常明显，尤其把它没有贴着这个脸上。耳朵。他这个脸贴着脸上，这种人呢，老总是说对自己的婚姻呢，不是很注重，也不是很有兴趣。不热衷啊！不热衷，不热衷啊！那他跟他选呢？这倒是半斤八两哦。除非他有很大的错误，他倒是有胜算的希望。选台北新北市啊！新北市谁有很大的错误？除非他。他除非他有很大的错误，否则他会赢。他会赢。因为他现在正走的这个流年好的时候。你美女有朱立伦的吗？
但因为朱立伦的话，那就不同了。哎呀，那当然不同了。对，比一下。朱立伦也很好，所以看对手了。哎，对，相对对手不一样，格局就不一样。答对了，结果游戏不一样。这互生互克的。对呀，对，这个真是没有话讲，没话讲，没话讲。这个真的是充满了蓝军的偏见。也不是什么，他并不是因为他是蓝队啊，谢谢两位。这些哈，并不是他是蓝队而胜的，他自己有一套，这个最重要了。你自己没有有一套，你就是什么蓝军、绿军啊、红军都没有用了。是，喝水吧。谢谢。没听香老师这样讲，很多观众朋友松了一口气了。真的哈，真的哈，本来很紧张是吧？对呀，因为前面讲那么悬疑。